制作的早餐，对，美丽的麦片，它超无糖的。我现在对，现在我回来台北了，对，上一次还在台东。然后我妈妈买了适合非常非常无糖的麦片给我，很无糖哎、欸，麦片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味道成这个样子？可是很健康。像这样。然后就把虾扔在里面。嗨 ，QK 午安，奈奈午安，小一午安。天哪，这真的是很没味道的一个麦片。然后我想之前想说，我要不要买蜂蜜还是什么的那种，可以加甜甜的东西，又不会说太不健康。还是没有买。而且跟你们讲，昨天，我那个东西压在我充电线上。昨天晚上我要去，就是去，昨天我没什么事情，然后我去想要下楼去家乐福还是去哪里买牛奶的时候，不是买蛋、买油跟买蜂蜜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戴口罩，没办法进去，好伤心啊。然后就没有，今天早餐没有蛋，也没有油，然后也没有什么，没有蜂蜜，可恶。Google 午安，继续解锁少解少卡，今天新增十二张任务，十二张是什么？你是说故事主线故事吗？主线故事我第七章都还没有过，慢慢来啊。姚午安 ，Google 午安 ，Sherry 午安，午安，阿泽午安，欢开河王，困困午安，好多人，好。然后我为了拯救这一杯没有味道的。没有味道的麦片，然后我就加了非常多的蔓越莓干，想说应该会甜一点，但是我觉得我想说整杯都会甜一点，但没有，它好像只有捞到蔓越莓的时候才会甜一点而已。红豆丸，蜂蜜肉丸。午安，午安。我昨天晚上看了《僵尸神童》，很跳动。我昨天看了《僵尸神童》，看了好几集。我看了大概七集，就是第一季，从慢慢看《僵尸神童》，然后我就看不下去了，我就看那种人家讲剧情嘛，全部讲完，看了30分钟的讲剧情，然后把三集都一次看完之后，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什么《克拉传奇》，僵尸神通的《克拉传奇》，还画那个画的差好多，那个几年前的《僵尸神通》被抢到。僵尸神通多久之前的东西，然后科拉传奇画的超精致的。小琴刚刚拿了一盒空空的盒子给我看，那是他的眉粉，快用完了，耶、yeah, ！恭喜。那我还在画。你还在画。蓝万里午安，功夫大师午安午安。然后，僵尸神通本身评价很高，对啊，我知道，但是我不想看、啊，我很懒。我昨天很懒，可能之后会把它补一补，因为就是虽然说讲剧情是可以，你大概了解这个剧情的脉络，但是它很多细节跟感情的那种起伏是，就是讲剧情这种是没办法体会的。然后我的充电器在哪里？我跟你们讲，我昨天梦到
我昨天梦到就是其中一段梦是，就是每个人醒来之后，每个人的手机都是不一样的时间，超可怕的。我记得我起床，我的手机那时候是梦里是10:21，然后旁边的人手机是7:几，然后还有人是2:几的，就完全都不一样，超可怕的，直接大乱。然后，然后呢？就是我那梦还有点恶心，还要赶车，然后每个人手机都不一样，那不是太现实的梦啦。对。变成星星你们送了送了柳，谢谢送了柳枝，小猪耳朵午安，蘑菇午安 ，Carson 午安。然后跟你们说，就是我昨天基本上都待在家，然后我去我自己做了什么？我把我家里我的食物我的食材全部煮掉了，全部煮掉。我把油用完了，油是一这样子而已，然后就把它用光。有一颗蛋，然后一盒猪肉，一盒猪后腿肉吧，因为它特价打折，因为它极其品，它特价打折的冷藏肉那种的，然后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再放它就要坏掉，就被丢掉了，然后我就把回去冰冷冻，然后想说应该不会坏掉吧，然后反正就是极其的或是过期的冷冻就是猪肉，然后还有什么？好，蒜头，很多蒜头。对，然后这四样菜呢，四样食材煮两道菜，对，就很。我给你们看照片好了，虽然拍的好像不是很好，就一个，啊、还有香菇的，哎，不对，现在几道菜啊？5道菜吗？香菇、蒜头、猪肉、蛋，哦，我想还有油啦，对，然后我找。就香菇加猪肉，加蒜头，还有米酒，还有酱油跟盐巴，耶、yeah ！油算食材吗？好像不算呢、欸，好像算油算什么？必需品。那还有这个，就是蛋跟香菇跟蒜头。然后就是蒜头跟猪肉跟香菇还有米酒，看调味料吧。嗯。然后我真的觉得，哦，第一次煮出那么像菜的菜，它其实看起来真的没有很好看，但我好喜欢哦。上课8:59午安，阿当午安。对，我觉得我很厉害，哈哈哈。那算是我早午餐配麦片，然后没有绿色蔬菜，有麦片。我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很多，所以想说应该可以代替掉一些菜。摆盘看起来很像一样就可以，嗯，是的 ，Das war the one， 好吃吗？好吃。超好吃的，我觉得可以去开店哦。这个蛋的这个很好吃，就是它有香菇的甜味，然后还有嫩嫩的，很好吃。然后它味道蛮清淡的，但就是吃食物味道那种的，那还是有点微咸，很赞，超赞。但是后面那道很失控，后面那道超咸的，那道猪肉超级失控，因为我真的不懂，就是肉要怎么处理还是什么的，我就把它退冰之后，那想说就是要抹点酱油上去，然后就抹了一点酱油上去，然后直接抹了盐巴。那时候在做处理鱼的时候说，处理鱼肉的时候有用盐巴，然后呢，我就抹盐巴，然后有点酱油，然后放一阵子，我去滑个手机，回来退冰，让它退冰，更退冰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它就是拿去炒嘛，然后拿去炒之后加蒜头，然后加香菇，然后炒到看起来是熟，但其实还没熟的时候，就这样米酒就这样唰这样加下去，然后再撒了点盐，盐真的撒不多，就是那种小小汤匙嘛，
两匙吗？很小的汤匙塞两匙，因为那肉真的超多的。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太多了啦，嗯，太多了。小君母安，嗨露露午安，大哥午安，七二四七二午安。月圆又讲，我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咸了，真的。我觉得后面就不用再加盐了，因为我那时候在抹盐巴上去的时候，其实就。其实以前这样子就够了，之前抹盐巴那样子就够了，不用再撒盐。好，下一次再试试看。那我吃几口我的麦片。应该这样选一个应该就可以吧？或也是哈。酱油真的，我家真的是很少，盐巴看起来是够了，对，那个量盐巴是够的，但酱油我加的真的很少，就应该是盐巴的问题。酱油不是多到让它泡在酱油里面，就是几滴酱油在上面，然后抹开这样。加糖，哎，加糖感觉不错，哎，加糖真的感觉不错，加糖就是。很多厨师，我这糖还不是我接触，就是煮东西的那个调味料里面，但是，感觉很多料理都是要加糖的，来试试看。哪一天下一次有时间有食材的时候再煮。我这还是很生气，为什么我没有买蛋？我就上，对，我没有戴口罩。应该跟那个店员说，不好意思，对，我应该跟店员说，就是，我不能现在可以帮我拿一颗拿盒蛋吗？我只是要买蛋而已，可以。最后还要买到牛奶吗？我不知道，我走了。好吧。应该跟大家讲这个。就刘小青有一次去家乐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已经要家乐福要戴口罩进去，然后就有一个人，然后就说就要进去，然后店员就说，先生那个。没有戴口罩不能进去哦。好，先生说，我只是要买个牛奶而已。然后店员就说，可是你还是要戴口罩才能进去。然后那个男的就，那可以请你帮我拿一瓶牛奶吗？那个店员很为难说，可是牛奶有很多种类型，好像然后他就说，就是那个官权那个，就直接把牌子名讲出来。可以帮我拿吗？就是最大的那一颗。超好笑。如果你们是店员遇到会怎么样呢？真的很为难。对啊，很闹毛良午安，本毛午安。其实我蛮懂那个男生，如果他不想回家。如果要家很远的话，就有一次我去捷运站，正常来说大家现在都记得捷运站一定要戴口罩，就是我就忘记戴，然后我还要回去拿口罩，然后再出来，麻烦了。真的。还要请店员拿口罩，他最后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啊，就是。未完待续，也没有后续了。这样 ，Mini Cat 午安。我觉得我吃不够，我要再吃一点。他感觉都是吃定量的，就是他感觉、不是这包这盒，他感觉都是有写说一天要吃多少。我都没那个、没 care，我都是大吃哎、懒得看说明，直接吃。吃法是正确就行。他这一包是腰果加蓝莓，蛮诡异的搭配。然后无糖，重点是无糖，它超没味道的。
好像加太多，牛奶太少。No。就可以美白，然后又可以喝水。喝水可以美白？柠檬水。哦。然后呢，我就我家里的玻璃杯。晨晨完本吗？我忘。不是很好吃，真的不是好吃的。就放在桌上。嗯。放在桌上。以健康食品来说，它是好吃的，因为我基本上不挑。蓝莓，蓝莓好吃，嗯。可是我自己本来就买一大包一大包的，就是 Costco 那种很巨一包的那种蔓越莓，把它带来宿舍，嗯。然后，那早餐不会只有这个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蛋白质的部分真的是没有了 ，sorry。所以我就吃吐司。我去买那吐司，然后他说就是打折，所以一包20块的吐司打折只有18块，超开心的。哎，我喜欢吃吐司边，他有专卖吐司边，吐司边是还是无糖，不是无糖，还是我被你那边干扰，吐司边还是打折的。哎，没事。新鲜蓝莓，新鲜蓝莓好吃哎、欸！新鲜蓝莓超可怕的，会一直吃，吃不停啊吃，就是你洗完一堆，然后蓝莓小小颗的嘛，这样抓吃抓吃抓吃，那么好吃好吃，不会太甜，然后微酸微酸，然后吃吃吃吃吃，然后就很想要再拿一坨出来洗。小猪耳朵午安。你们是果干吗？就是基本上的果干，基本上比如葡萄干啊、蔓越莓干啊，什么比如其他凤梨干啊、香蕉干、芒果干之类的，你们吃吗？我找一下我同类有多少。自从上周吃吐司吃到肠胃不适，应该几个月不会想吃。为什么？你怎么了？你是吃到坏掉的，还是是根本就不是吐司的问题？好可怕、喔！吐司这么人畜无害的东西，怎么会？葡萄干可以吃，剩下都还好。我跟你相反，我这葡萄干不吃，其他都很不错。可是其他果干类的，比如说芭乐干，就是水果干，除了蔓越莓干以外，蔓越莓跟那什么蓝莓吗？以外的我都不是那么喜欢。这两个情有独钟的以外，还有，那我不喜欢吃葡萄干，对，水果只吃新鲜的，哎，不错，我也是啊，水果比较喜欢新鲜的，比起果干，嗯，但不吃的水果就算变成果干，我还是不会吃，像凤梨，真的不喜欢。陈家树午安，跟爸爸相反，不喜欢吃吐司边啊，是哦，那你把吐司边给我吃。我很乐意接受。吓死我了！哦，谢东武，可能一个晚上吃的便当，又吃了一袋吐司，吃一袋吐司太多了，那什么意思？那
那才不是吐司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不可以这样怪吐司。今天有人不喜欢葡萄干跟草莓，我不喜欢葡萄干跟草莓，草莓超可，草莓就是想要我就是我要排除我不吃的三水果前三名的话，就是草莓一定是第一名，草莓、凤梨、葡萄我也不太喜欢吃，凤梨跟什么木瓜，我应该还有一个不太喜欢吃的水果，我又忘记了。这样，风切是超大，超大，它就是一个看起来有点旧旧的小电风扇。怎么有踩机车的声音？是电风扇，在电风扇很有力哦，有力到变成机，变成机车了。这样最想玩，不喜欢草莓，对不对？草莓可怕，那边骑车边开台吗？可能又边骑车，然后还在原地这样。就一直在那边打，一直打，一直吹，然后才按刹车这样子，烧胎，一直烧胎。龙眼我吃，龙眼我吃。之前一家带了一大堆，真的是一大堆的龙眼，然后来宿舍，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消磨完了。奇怪，很重，很黏腻，很就是你闻起来会整个让你的肺都往下沉的那种感觉，然后整个外部都是一层黏，穿着衣服就会有黏腻的感觉。它不是没洗干净，是那个气味让我有的感觉。对，它一股很黏腻、很臭的草莓味，它也没有说它是草莓口味，就是可能也不是草莓，只是很像草莓，那就很臭。很臭，我的天哪！然后我整个衣柜都是那个味道，就是大概是六月的时候还是七月的时候，就是我来台北的前一阵子，我手机要充电，我超好笑，我把手机这个插头插着，然后充另一只手机电，这只两只充饱了，充什么电？是不是？草莓真的，那个草莓很可怕，而且如果是一般的草莓味就算了，它还更加的，就是化学蛮人工。就你闻出那个黏腻的味道，黏黏的味道之后，你之后才会闻出一丝的草莓味，然后把你的嗅觉给打爆。不能接受榴莲跟草莓放在同样的等级。好啦，可能也没那么夸张啊，就是。榴莲略高一筹，对，略胜一筹。草莓也很，就是对，我都不喜欢草莓，就是那么不喜欢，它很可怕。而且我以前可能还会吃草莓口味的东西，现在是摩可林，不要叫我吃草莓的东西。我觉得草莓的味道就是不喜欢以外，它的长相很恶心，就是一个很多点点的东西，真的不舒服。
费登往下沉是什么惊悚形容？形容的不错吧，哈哈。像是以前香香豆的那种草莓香精吗？香香豆是什么 ？Oh my god， 是什么代沟吗？我不知道香香豆是什么。雪宝公墓了，雪宝公墓了，这样。Congratulations！ 耶！太突然了吧？那什么草莓奶茶。草莓奶茶。我觉得我可能之后可以慢慢克服，先克服草莓，慢慢的，慢慢的克服草莓，然后再来克服榴莲。榴莲那个，我觉得其实我不想克服，就是我不用。可是草莓真的蛮常见的，想要克服一下也是可以。选拔成员出来了，哎，酷！飞鸿午安，选拔影片刚放了。哦，哇哩，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香香豆，我也不知道选拔放了，没啥惊喜的一天。OK， 那就这样吧，还能怎么办？靠，之前不知道香香豆，你在查询是水晶宝宝吗？熟悉的化学草莓。最对味，可怕、啊！我觉得我要去加点牛奶，它现在有点干掉了。香香豆跟选拔同等级吗？对。竟然没有直播，对啊，什么意思？你说公布选拔没有直播吗？嗨，七七午安。我该去拿牛奶吗？那我再吃一片，吃一片，超级薄的，吃点。啊、我也想看什么影片。隔壁谁 lag 那么久，现在才喊公布？他才早，他早就喊公布了。他比我还早，只是被我声音盖过去了。哎，你是都有直播的，所以是边直播边公布吗？还是是在官方账号，就是浪的官方账号公布吗？还是？还是就是首播这样子。他有没有很下课 ？IG 哦，所以是 IG 直播，哦，是吗？啊？在脸书上面放一遍。哦。看我们。官方的。今天选拔在浪直播吧，直接放。哦。是不是因为最近大家比较时间比较忙嘛，才没有这样子？嗨，道元桃子午安。官方的，哦，是这样啊。待会我先消失一下，去拿牛奶。
那一集要当星星的。哦，真假的？那一集当星星也太好笑了吧！他已经是史上最可爱的星星。脱离扁圆人，午安。他是播 MV 吗？还是播就是影片选拔的影片？小琪被这么大消息震惊了吗？对，没错。他被这么大的消息震惊了吗？小琪非常的惊讶。之前没有吗？就直播一个一个叫吗？还是怎样？哦，我知道。就是公布给大家。嗯。可以，谢谢宋枫叶。法法到底有多纠结？为什么法法那第一次看到选拔名单的样子，就表示震惊一下？其实没有仔细思考是哪些人。哈哈。就法法最近比较忙。对。那我自己的自己播口一下。跑去逛成品，然后买了三本，一次买了三本书。那我已经看完一本了，昨天看完一本，一天一本，好好好。然后那本真的超无聊的，哎，我第一次买到那么雷的书，哎，好伤心哦，真的超雷的。
本说一下。好，我等一下拿。不要抱。嗯？他一有玩看真快，对啊，我短就很多小短片，然后薄薄一本，这样而已。昨天真的很没事，昨天是一整天，难得一整天完全没事情的。意外结局，白色恐怖。我以为它是奇幻冒险类的，你看封面长这样，画得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嘞，连的跟什么一样，它里面的插画也很可爱，就是有种感觉，就是那种冒险漫画才会有的、啊，然后里面什么每一篇都是很亮，三四页的那种，就是短篇，就结局就是有一种一定有小小诡异，或是搞笑，或是很那种很尴尬的笑话那种感觉的那种意外结局而已。它比阅历压得懂了还难看，各自独立、各自巧妙的短篇故事，恐怖、感动、欢笑、泪水，让你享受被骗的感觉。看到最后才能知道真相的畅快阅读体验，我真的享受到了被骗的感觉，是关于买了这本书的感觉，真的是哎、欸，很雷。它完全没有奇幻的东西，就是，一些基本上就也觉得哦小意外那种结局，小意外那种感觉，也不会说哦天哪，他怎么可以这样写，好厉害哦，在这么短短几个字里面可以写出这样的转折，不会，他不会让你有这种想法，他就是哦是这样哦，哦讲啊哈哈这样过去了，然后就啊我们花钱是反正我把它卖掉，再把它卖掉去荼毒其他人，拜拜。然后呢，我是化妆，我是刚把化妆包到家当脚架，因为太低了。我买过一本五分钟读一篇的推理小说集，感觉同类型，可能哦，它也没有还没有到可以让你有推理的感觉，它就是一篇故事顺的下去。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对，没错，真的，我是再次的感受到，完蛋了，你知道吗？我买了一本封面也超好看的书，叫什么《大和福子向前冲》还什么的，我忘记了。就是也是，那真的是奇幻类的长篇故事小说。然后另一本买回来这样子，价值只能当脚架吗？没有啦，脚架是我的化妆包。作者是谁能公布，自己查、啊、公布不太好。然后那个什么，我想想，就是另一本我买了三本，一本是那个什么大和福子向前冲，真的是因为封面被美到才买的。然后那本是我很想买一点推理，因为我真的是买太多的心理学工具书，我真的看下去就没有那种你知道文学气息就不见了，你知道吗？然后就硬逼自己买一点就是小说类型的来看。对，然后这一本我想买一点推理的小说，然后这一本就是看到其中一本，然后有另一本是什么我的青春杀死了一只猫，那本比较看起来比较邪恶一点。对，什么青春杀死了一只猫那个，然后我就把那本跟这一本很可怕的短篇故事做比较，想说那我到底要买哪一本呢？然后就选了这一本，我第一次选错了，我再怎么样都是选错了。
毛良午安 ，GF 一六一零六午安，知识犯法午安，哈。还好他七九折，不然我应该更生气。期待的一本书就是，它叫《大武山下》。大武山是台中的一座山，然后它叫《大武山下》，然后是龙应台写的。我要买耶！嗨，妮妮，嗨，妮妮，你是不是在上课？你是不是在上课啊？你现在在看什么直播？舒服早，谢谢送我星之冠。你翘课，真的假的？是吗？哦，午餐时间哦 ，OK 啦。那你吃什么午餐？便当 ，OK。有没有昨天做猪肉还要咸吗？凯念午安，欢迎追踪我。我们学校之前，我国中没有，国中有，我高中没有那个嘞，没有福利社，然后我们都是吃营养午餐大桶的这样。是在公布了，对啊，我刚刚知道了，耶耶，我超表情超冷淡，跟学校抗议。加油！敢讲出来，敢抗议出来，就会有一定会有人听得到，然后进而改变其他人的想法，那就可以发起更大的改变。嗯，对，我昨天妮妮在宿舍，然后对，我昨天做了那堆菜跟她一起吃。对，我觉得猪肉真的咸到见鬼，然后她说可以，我是比较怕她拉肚子，因为那个猪肉我真的不知道她熟了没有。不过我现在是海肚子是没问题啊，有点小小怪怪的，我觉得应该是昨天晚餐跑去吃了很可怕的鸡肉饭的关系，对，应该不是猪肉的关系吧，希望是这样。今天是初音未来生日哦，是哦，刚被冰放提醒，命午安。对，好，继续讲书。对，我就买了一本叫《大武山下》的，然后它是就是龙应台写的书。然后其实我对龙应台印象就是一个台湾作家，还是哪一次，就是华语作家。然后之后。国文课本上面会出现的人，对，就这样而已。就其实我对就是本土作家真的了解不多，对，然后就想说来买一点看看台湾，还是要看一下关心一下自己住的台湾文学，对，然后我看了几页，我就哇超好看，我才看第二页吗？我觉得他写的超好，就是要看很慢，因为它是一种新体验体悟，就是一种心情，一种心理的感觉，跟那个作者讲的那个女主角，作者讲的主角有同样的感受，这样子，所以你懂她的感受，你就懂这本书的感觉。
然后因为想问龙应台的书会不会很艰涩难懂之类的，那我就看了一下那个书的背面，那时候在买的时候，然后他说什么以孩童般的什么什么就是的奇幻的什么什么，就买了，直接买。然后哦，既然不艰涩难懂，那我就一定要买了。土地公午安，谢谢分享直播间。我就这本书我很推，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所以决定重点是不艰涩吗？不艰涩是我最后一个考量，因为我买的那堆心理学的书全部都艰涩难懂到一个见鬼，然后所以我都是就是看了一点哦，不行，我看不下去了，真的看不下去耶，因为太难了。他讲太多就是只有观念但是没有一些实力的东西，对，我觉得就是以就是非专业的人在看的话会很难。嗯，暗红谢谢送我星之冠，谢谢。对，他是不艰涩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如果太艰涩你看不懂那就买也没再写的再好也没意义啊。像课本，你说我心理学书吗？它比课本好啦，课本不是一般人会读的东西。应该找一些猴子也能懂心理学，我很需要，我很需要，真的。因为他有些心理学是在讲一些就是人的脑的运作，他有时候会写的太真的是太抽象，我要看的那一句话我想了大概十分钟我才能想说，那可能是这个意思吧，他讲这个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他这样写，那所以是不是这样呢，讲我就一直在那边推，然后想，然后才想出一点点可能的答案。好厚的一本小说啊，你是说大武山下吗？对，书看的不够多会无法理解抽象，真的，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心理学想要过想过要去看，真的放弃，直接改成犯罪推理小说也很好看啊，我都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推理小说。嗯，因为小时候我都是看推理小说的，就是我的前几本小说除了猫战士以外都是推理小说。嗯，外科医生怎么不错？好哦，外科医生。小燕子午安，我学关于看连环杀手的心理学书，我要买一本就什么就令人战栗的残酷犯罪史还是什么的，还蛮好玩的，就是有各种奇怪的，就是案件，因为它不是案件，就是比如说历史性的屠杀，或是比如像血腥玛丽这种经典的人物他也有讲到，不过基本上是他想讲的他的凶刑跟凶刑跟什么凶刑跟他自己解释的目的，对，还有对于当代的影响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酷刑史也有，嗯，对啊，或者说那时候的用途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犯罪心理学我比较少来看，因为讲实话我现在想知道就是犯罪心理学是一种我自己觉得啦，对，以上是我个人看法，就是犯罪心理学它其实就是可能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但是不是主要我想要知道的东西，它太偏颇嘛，就是比较用在就是犯罪者可能上面这样子，或是不够适用于每个人，就算每个人都有，但他也是占我想了解的东西，可能像是阿德勒那本我就很有兴趣，就是像是自卑情节跟优越情节那种就是比较外显的东西，所以对于就是像犯罪，以前会蛮喜欢的，现在还好。
对，就还是有兴趣，但没有那么有兴趣。这种可以概括所有人的 那一种，比如说我买的那本是什么？思考不过是一种，即兴演出。这本书，思考不过是一种即兴演出。这本超难，我觉得超难的。他的序章还可以理解，可是就看完之后说，看完序章就觉得说，啊，所以他刚刚在讲什么？他的观念是什么？我突然想不起来，会有那种感觉。我相信就是我没看懂。连续杀手的事件看都会麻痹，那之前看多也是看到看之前看相关的看到死者小雨舞的都觉得很少。Oh my god！ 哦，真的不好呢，就是看可以，不要麻痹就好。死一个都不行。而且像人类其实人的脑没办法想象。一个很大量的数字，对，人际关系的，你很难想象说就是100个人还行，那1000个人就哦很多人这样子，可是你没办法想象那1000多个人实际上到底是有多实际上是多大的数字，所以我们在看到比如说一名男子，比如社会新人，一名男子杀了他妈妈，杀了 一家三口，就觉得哦天哪，他好残忍。然后你看了一批军队杀了几千人，你就觉得哦天哪，好可怕哦，这样子，不会觉得说，是比那个杀了一个人还两个人还可怕，因为人没办法想象那么大的数字。一个人是悲剧千数，对啊，像这样，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是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说责怪说为什么我们对于死1000个人是就是无感是一个很可耻的事情。这是无法避免人的脑的极限，不然一般人的脑的极限就是这样。迷失渔翁得利，午安，上听午安。一本书如果看得很慢，主要是因为会不时停下来思考。对啊，就觉得好慢啊，而且慢到你会不知道自己想什么，会想一想，到最后绕出来，说绕不出来。
好乱。很漂亮啊，血腥玛丽，他加辣油，太扯了吧，很好笑哎、欸。这加辣油的酒，从自我开始热火防疫，耶！晚安，午安，玉超午安。对啊，然后我就想说那些书什么时候可以看完，因为我觉得大武山下要慢慢。然后要有一种气氛读，会比较读的会比较开心呐、啊，嗯，酒好像有用 vodka 或琴酒，琴酒，我觉得琴酒一种芹菜味，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vodka， 嗯，都是烈酒啦，都是烈酒。不过闻味道的话，我最喜欢威士忌。就感觉女生不会有人喜欢威士忌，可是我就威士忌闻起来很香。我感觉比较多的样子，所以说它有可能不同的配方之类的嘛。嗯。你遇到好云爵，威士忌很香，真的是不是威士忌很香？但喝就不是同一回事了，对。威士忌超香的，就是它一种怎么讲？就其他酒闻起来，比如说我还不清楚，就是。
拉嘎跟就是龙舌兰还是百拉丁那几种的味道，不太清楚，但是我很清楚，就是哎、欸，这个就是威士忌那种感觉，嗯，还有琴酒，琴酒的威士忌就很好认，对，其他的话我还不太清楚，琴酒是什么加杜松子吗？才会有那个味道。可以耶，好朋友啦。哎，我们又问，我可以不好讲话哎。很烦哎，你是星星啊。怪我了，你先开始的。哎，我觉得可以耶，一张不好沟通，这是十二张卡，那房间。你有看那张卡吗？起床的时候，因为你压着要睡觉。蘑菇午安，差点就唱歌唱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哎，我把我，只能唱那个选拔影片的那一小段，哈哈哈哈哈，反正超可怕。我有一次音播音乐的时候，我们把很多我们要练的歌都把它载到那个我的，就是把它放在那个 Apple Music 那边。然后就给我播出来哦，然后就按掉，超可怕的，差点就被打爆。三五五之间都有，但一般好像是40，哦，40啊，对，就很常看到酒瓶上面写40，嗯，好像是40没错。40，哎、欸，很可怕，超可怕的！我在就是走，那时候听到那个前奏，想怎么办？要把它关掉。我现在来放音乐好了，不是午后，就是一般的音乐。午后。等一下会不会下午后雷阵雨啊？午后。快点播音乐。好，我也不知道给他40发血量，没有，大概30几到，我记得，哎、欸，生命之水是 Vodka 吗？一种 Vodka 吗？还是就是一种很烈的酒叫生命之水？学习一番 YouTube 就没问题了啊！不要，它很耗电，我不喜欢看手机很耗电。快播，把音乐把冷气开掉，播了，我尽量。小婷尽量会听之类的歌，啊？哪类的歌？生命之水应该不算吧？我不知道哎，我查一下。我之前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生命之水是什么 Vodka 这样讲，真六 Vodka。我查查。对。
对，他是 Vaga， 他是金六伏特加。嗯，生命之水是金六伏特加，他是伏特加，但是应该没有人直接拿来喝会死掉。调酒的话，就是蓝宝，像蓝宝坚尼之类的，是吗？我看有你是失语，然后是穿着太像啊。对啊，96%会死人吧？你这水分全部都被直接被抽离。邪恶调酒。看看蓝宝坚尼是怎么样的东西。哟，可怕！翻身 cocktail， 琴，这是什么？有一种酒，它是什么？它把什么酒跟酒跟酒跟酒加在一起，迟到烧煮两小时。好可怕哦！不要这样啦，不要这样伤害自己嘛。喝点普通的啤酒不好吗？清酒伏特加龙舌兰莱姆酒威士忌君度橙酒香蕉甜酒水蜜桃甜酒椰香酒蜂蜜香甜酒南方安逸甜酒凤梨汁莱姆汁加一五一莱姆酒，这什么鬼？这好可怕哦！我想要出去啊！去啊！这么可怕的鬼！他叫什么？他叫班神，他好可怕、哦，跟大黄把他开灭一样。这是什么东西？都很烧，听起来都很烧灼。之前看有人喝过，佩姬太太的男朋友弯，这是什么系统啊？我觉得有可能哦，就是来调肾的，然后就把什么叫加一起之后，然后喝一口，哎、欸，感觉还不错喝哎、欸，这样，哎、欸，搞不好意外都是。你知道很多成功的发明都是因为意外哦，没有，都是因为他们都是因为意外，他们才发现这样是可行的，懂吗？919烤肉聚会，君虎安，看，我看一下哦。蓝宝坚尼，咖啡酒加茴香。香甜酒加巧克力，香甜酒加蓝柑橘，香甜酒加一米蓝。Sorry， 想跳过。他趁机会一会进去就出来了。对啊，有可能是不是？对不对？搞不好这个可能呢。好啦，就是很多对，就是这个告诉我们，就是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因为意外。才被跳过，对，刚才我跟他讲了一下 ，sorry。我以为是张妈妈走过来，我吓死。什么？你看到什么？大提琴啊！我知道，我把我的大提琴，因为我把大提琴搬来台北了，然后我真的背超多哎，一个后背包，超重后背包。十公斤有吧，十公斤后背包，然后单肩背大提琴加琴壳，然后在这边背一个斜的后背侧背包也很重，然后就拖个行李箱，然后这样子上来台北，我真的觉得我超厉害，这很重。不会喝酒，只能喝调酒。调酒难说哦，不要喝到像长岛冰茶或环游世界那种可怕的东西。在台北做什么？练琴啊！哎、欸，我一个月没碰琴哎、欸，真的肯定不会拉到大提琴，很可怕、欸，我不能忘记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可以没事摸一下，几分钟这样子也行，但是不能不摸，会忘记。我就直接都有练啊，然后就练了，我就拉着手。又入你可给，哈哈，可以出 cover 咯，这样还早，硬可
宁可啊，怎么可能带清代上台铁？它会坏掉。什么药的幸福李佳怡，佳午安。绝不碰其面目，没有脸。什么意思？大提琴它放在就是小琴的房间外面，小琴房间是就是最底最最底间嘛，然后就是一个无尽黑暗的走廊，然后到客厅这样，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就是无尽黑暗的走廊的尽头的那个的就是最外面这边，然后只要外面这边都亮的嘛，他就看到一个人形的影子，我真的我自己都很常被我的大提琴吓到，何况是小琴。新加坡司令，我没有仔细看过这一杯是在干嘛。Sorry， 秘密尔瓦西事业午安，佩尔午安，欢迎追踪我，小咪咪午安。苹果是吗？苹果要交作业啦。对，我是大提琴，就是，对，它就是个人的形状。我之前超恶劣的，它就是一个，这里没有纸跟笔，怎样？可以写吗？贴在大提琴的脸，大提琴的那个头上面，超可怕的，我把它放在窗帘里面，一掀开直接吓到。国中屁孩，国中屁孩，高高午安，米奇七芭蕾午安，上庭上庭问号，用户名不能透白，谢谢宋龙看好你哦。那跟你讲，我国中的时候我还是拿就是按键式手机，那我就那个手机都要，你不用打啵，你要按那个就是1 2 3 4 5 6 7 8 9那个键，一按一次，然后啵要按两次这样，然后按其他字母这样子，我就慢慢打哟，我就这样子慢慢打，打了一大篇哦，就说就是收到这个简讯的人，就你已被强制参加入国王游戏。规则有三个：一，绝对不能违反，绝对服从国王的命令；二，在24小时内做出什么什么，我全部把它打下来，一个一个字打下来，然后传给其他同学。我超无聊的，真的很怀念哎。你可以多喝点酒，谢谢，不要，我没在怕啦，真的。空虚的小说，对啊，超可怕的，那时候在看，超可怕的。是每天都不敢打开手机，手机在震动都吓到。我真的很喜欢看国王游戏，然后很喜欢被吓，被他吓。他不是口，他打喷嚏，打不出来。就是他不是很，他不是吓人，他是可怕，慢慢的给你可怕。因为手机就是一个你随时都会看到的东西啊，一路回滚，还好没有你这种同学。我那时候说传国王游戏的简讯，然后说跑 7-11 三圈，然后他就真的跑了，好笑哦。
那不错，后面就哎、欸，真的假的？我没有看过它结局，我只看到第二季而已。第二季是什么起源吗？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男主角转学到另一个学校，然后跟一个什么叫奈金本多奈金子的女生，就是对上。對，我买他的漫画。之前他结局是怎样？我要查一下。是讲病毒统一的世界吗？网络不稳怎么办？还行吗？这个网络？然后跟你们讲，昨天我去。我眼镜，我一直都没戴眼镜，是因为我眼镜坏掉。我眼镜的那个就是这两根高度不一样，然后，我就用打火机自己烧，我去眼镜行，他说他没办法帮我修，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就不行，我一定要眼睛要自己修，然后就拿打火机烧那个镜，就是眼镜跟那个镜架连接的地方，然后我就把它，我就烧这一块，我这一块是金属，那其他是塑胶，那这块金属就用打火机烧，然后就烧，就把它烧一点软，然后就用钳子一直把它夹，就是大的那种虎头钳，一直给它夹，一直夹，一直夹，修好咯。Hello， 眼镜好，我快去上班了。因为他硬要用科学解释，故事就会变得很别扭。最后硬要，因为如果是鬼神的解释的话，就是会就蛮符合原本会有的，会预想到的东西。他们是不是想要就是想要特别，然后就用了科学的方法解释，就是病毒网络的病毒跟手机。网络病毒跟人体的病毒是可以连接，但是数位的东西都是由讯号组成，01001001这样子。我觉得基本上没有生物可以这样子做啦。嗯。对啊，病毒就不会想看了。我还是想看欸，就知道它是病毒，那它要怎么解决呢？还是怎么了？就是它的最后的大结局有吗？那它好多本哦，我等下上网查好了。我最近想画画，我昨天又跑去看《Kilo老卷草》，还是好好看哦。它真的是一个儿少嫌疑的东西，老少嫌疑的东西。至少电脑病毒可以感染人类，对啊，到底是？现在来查一下国王游戏的结局好了，现场直接大爆雷。有 another 好看，灵咒行人的，我看漫画的，超好看。我买了全部，买我好像买第一集还是什么的，然后后面我就网络上看 another 超好看，就那个戴眼罩那个女的嘛，她叫什么明吗？可是我结局忘记是什么了。就是经典那个啊，穿喉咙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女的，然后跌倒，然后就被穿过去，就跌倒，然后雨伞就被穿过去，就是因为多出来的一个人吧，就是，好，不要爆雷，我手指头好长哦，我觉得我突然觉得我手指头很长，超好看的，Another， 而且 Another 的那个角色，漫画画的都比，漫画画的比动画的造型好太多了。我记得那个跌倒就是第一个的那个
那喉咙穿过去那个的学那个班长吗？还是风纪？我觉得她超漂亮，然后在漫画，我就想到动画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记得好像没有这个角色。那我去查看了一下说，哦，怎么造型差那么多？一个是短的卷发，另一个是短的直发，光这就差很多。动画蛮不，动画我没有看，因为看完漫画就是哦知道剧情了。我通常看的漫画，除非说它动画就是有让我就是精湛到，或是漫画有觉得说动画就比如打斗场景那种，打斗场景那种就是动画做出来效果会很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想要特别去补动画。银座情人，我之前看的他的小说有点阴影。银座情人好像就是那种风格的，不是吗？恐怖阴影，那代表说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很成功的恐怖阴影，有恐怖的作家。哦，这是国树吗？嗨，国树，原来是你啊 ！SLABR02 我要叫你国树还是叫你什么？叫你国树吧。广游戏结局。没有秘密，一定会有人买的。我看看，这有什么亲属关系什么的吗？好，叫你国书就好 ，OK。国王游戏的国王的政体就是他谁都不是，是一种新种病毒，有自我意识，可以依赖媒体网络传播。好，不管，就是你搞不好未来就是。目的是把人奴隶化，变成借此诞生新的种族，无性繁殖，没有 DNA 变化性，每个人个体都一样。病毒初期是第一型，无杀伤力，有意识，有感染力。男主一行人就是感染这个，最初传播者是女角，因为女主她爸上一次游戏的胜利者，最后选择接受惩罚，成为新的国王时接受了。选择接受惩罚，这个惩罚是由他女儿，他的两个女儿本多智慧美跟本多奈金子承担的。奈金子，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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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猎奇的死法是 D 型的变种大于 R 型 ，R 变成 R 型，会强剧烈扭曲人体，操控宿主的身体，是什么死法都有。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惊悚的是那个五马分尸，超可怕的。暗之居不行，暗之居他的面具看起来很可怕。我每次看到那个新番推荐，然后还有暗之居，我就觉得他的那个封面让我就是我觉得我想把它快点划掉。我可以接受恐怖，但是我不能接受鬼，对。看一下，我希望我不要做梦。啊 ！No！ 啊 ！Oh my god！ 好可怕、喔！好可怕、喔！我刚他叫我就是我去查一部动画叫《暗之居》，然后就是他是那种恐怖类型的，然后我想说，其实搞不好不是恐怖，只是。风格比较阴暗而已，但没有，它就是恐怖。然后点开就是那种很恐怖的图片，超可怕的！我不知道，哈哈！啊哈！好可怕！2045岁抬头的阿奴大七弯，这题目也是很可怕。会怕干嘛去搜啦？我不知道。我想说他不会这么恐怖，没有，他很恐怖，他就是那么恐怖。有电影《真心话大冒险》一样的剧情哦。可是《真心话大冒险》没有那么恐怖的图片啦，我把它关掉了没有啦？对啦，把它关掉了啦。
里面喜欢的角色就是有一个第二部里面有一个骇客的女生，就是搞骇客的女生，我觉得她超帅的。对，艾莉嘛，好像叫艾莉还是什么的，对，她超帅。然后第一部里面有一个就是男主角好朋友，就是算好人，看起来像好人的，就是在一个指令下面说。然后就是他最后还是哭了，就是最后就是忍耐多久，鼓励大家说不要哭不要哭，就自己最后哭了。我觉得那一个超可怕，那个五马分尸是痛了哈，还有七孔流血，超可怕的。对，我不敢看恐怖的东西，我很怕恐怖的东西，我最怕的东西就是这个恐怖片。看鬼屋，狂传道，谢谢送了荧光棒，谢谢温温什么八九月三号8230温温公园湾。尸体派对如果敢的话还可以看啊。尸体派对是在讲什么？记得是百合，可是我就一直没去看。无马可怕的话，那就只能看有马的。他不是，他是那种很恐怖的脸，不行。我看看，我查一下尸体派对，因为我记得我看过蛮多次，就是尸体派对的片段。对，尸体。哦，换个方法讲，我很怕那种眼睛是整个凹陷那种黑黑的。电风扇给你，还需要？你把那个拿过我这边男主吧。我脱离这话题，不然感觉拍晚上睡不着了。不会啦，晚上不会睡不着。尸体派对是在讲鬼的嘛？我记得是一群小学生这样子啊。我直接剧透介绍，然后再去看。福德眼睛黑，没有福德，我爱你，不是你。他是能看的吗？我好像看过这个介绍，我看过很多次，但是我真的实在是记不起来。不怕鬼，我怕鬼啊！我哪里不怕鬼？我不怕真的鬼，但我怕恐怖的东西。天神小学，我记得有天神小学这个东西。剧透，我直接打剧透。后面玩的什么奇怪的游戏吗？不要犯贱玩什么奇怪的游戏啊，很可怕、啊！走开，这些东西。哦、oh, ，sorry， 我被你把音乐划掉。好喜欢中岛美嘉这首，我也很喜欢这首。我刚不小心把它全部一起划掉了 ，sorry。天神国小，斗球儿上什么东西？虾米黑虾，不怕真的鬼，不怕就是一种，你觉得它无害就会无害的东西。要不是没遇过，在那边没在怕。要有就是，没有人希望被讨厌嘛，那就不要太讨厌他们了。返校你敢去吗？返校没去过，可是应该还行，因为哦不，应该不行。暗暗的，然后突然下跑出东西的，有突然看到一个什么的，我都不行。突然间的我都不行，嗯。或是你要逼你走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那个我也不行。
我还是说我不敢好了。好了，那个排名，我差不多要关播了。让我念个排名哈。第十三名是花生糖，第十二名是黑，是什么？是菜菜。然后第十一名是暗红，第十名是苦 K， 第九名是刘建谷，第八名是飞鸿，第七名是黄川道，第六名是树胡桃，第五名是笨猫，第四名是用户名不能是空白，第三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二名是阿当，第一名是日法犯法。谢谢。哎，小时就可以去写什么剪刀。如果我觉得我最近手气有点哦，我觉得可能会猜不赢，对啊。C， 想看宿舍三到嘉云姐去返校，我也蛮想看的。我觉得会只剩下刘小晴看得到，其他人都消失。神魔像到 Plus，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女的，然后黑头发，她绑了两撮这样子，然后拿个刀砍，是要杀是弑神还是驱魔嘛？我忘记了。可是我一直。没看完，我应该要去补完的。嗯，我先让我看完《降世神通》的那个《克拉传奇》，会比《偶包的密室逃脱》还要吵，真的。这一面看起来最勇敢的是谁啊？不是我，绝对不是我，也不是小晴，小晴超怕。一家你怕鬼屋吗？怕啊。那可能云觉得最不怕吧，搞不好会淡定的走完，还是不会。所以话爆炸血腥没关系，我不怕血腥，我怕剧情恶心，对，不太怕血腥了，现在不太怕。我小时候怕是因为我小那时候我好像才小学，对，那时候我才小学就看国王游戏，所以有点对超乎我自己的想象。好了，那下次我看一下下次直播什么时候。我觉得运气也很软，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四个看起来都很胆小。腾畅阿宝包容心午安，这直接回答你怕血腥。对啊，血腥其实真的不是很怕，以前啊小时候蛮怕的。好啦，那我们下次直播是九月四号的晚上八点半到十点，晚上台咯。嗯，好了，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结束。希望大家喜欢，你可以追踪我的官方账号，好，我的官方 IG 也不是，好，那么大家拜拜。星期五晚上见，拜拜。